的话，这一季在整个季赛的表现非常亮眼的李国玉。好像你是高光。好，现在的石头们现在在红毯上，紧接着要上台的是我们的一爆蓝大旗。好，在我们一爆身旁的就是周强文，一爆蓝大旗。
Lonely Girls。好，别不要太冲动，不要太冲动。鸡哥还有阿晨，我们这个穷鸡的带领我们的应援团一起来应援的鸡哥，以及我们的阿晨，还有最帅的杰哥，非常辛苦的后援会的所有的朋友们在这里，以及现场所有的小队友们，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、伺服工作同仁。